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多伦多的邱哲尧，英文名字是 Jeffrey， 可是不要叫我姐夫，看起来还是比我那个年纪大一点。过去那个十多年，我们都每年都有带那个团回来台湾的，这也是我第二次那个参加这个参访团的，可是好像没有看到之前的同学们，希望这次能在那个多多了解台湾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